我们先帮你拿到。戴着口罩、淡妆现身台北地检署，文青女神陈绮贞和制作人前男友钟成虎爆发合约纠纷，亲自出庭对簿公堂。我也非常不愿意走到诉讼这一步，但是因为我自己独立出资的母带，我一直都到现在都还要不回来，然后他也不愿意接受查账。对，然后还是在乱授权这样。面对镜头，有些憔悴和交往十八年的旧爱彻底撕破脸。除了合约纠纷，还被钟成虎控诉精神虐待。陈绮贞除了无奈，更害怕。那最近还听说，很多合约上的签名也不是我亲笔签名的，所以我常会觉得，很害怕的是，我到底在跟他在一起这十几年里面，到底还有多少我不知道的事情？那钟先生所有提告的部分都不实在，好，这我们很有信心，因为陈小姐跟钟先生或天意已经没有任何授权的关系，好，所以以后请所有的唱片公司、版权公司，好，请直接找陈小姐，好，那不要再跟天意公司有任何不合法的合作关系。勉强说出你爱我的原因，却说不出你欣赏我那一种表情。但钟成虎所属的天意音乐也随后发声明反击，强调拥有著作代理权是陈绮贞违约在先，却主动提告，甚至指控他对媒体放话，试图影响官司，双方依旧各说各话。云新闻综合报道。